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光线由一二三射到这个平面，然后反射，射到哪里？这是 C 点啊，这写错了。反射呢，通过 C 点三二二，那么他要你求哈这一点啊，哦，它的反射点，反射点叫 B 啊，还有这个平面哈 ABC 啊，这个平面。好，那这个这个 B 怎么求哈 ？B 的话哈，由那个反射定律哈，它经过这个平面反射的时候哈，就是说你如果眼睛这样看的话，你会以为这道光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会在同一条线上。那这一点的话什么呢？这一点是，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 A 的对称点，哦，我们称为呢，哦，这个是 A prime， 哦，你可以经过那个相似三角形就可以证明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把这个 A prime 哈，把它给求出来。A prime 我们有公式，哦，就是对一个平面的那个对称点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 A 啊减掉2 D， 那 n， 那 n 的话呢，这个是。这个平面的那个单位化向量，那其中 n 等于多少哈 ？n 的，其中 d 等于多少 ？d 的话就是等于根号哈，这个化向量的大小，哦，二的四嘛，二的平方加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，啊，分成多少呢？哦，我把一拿过来，就2x 加 y 加 z 减一等于零哈，然后把 a 的话带进去。哦，带进去的话 ，a 的话是一二三嘛，带进去是二，加多少呢？带二，二，啊加三，减一，七减一是六，这是六，所以根号六分之六，所以是根号六，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一二三哈，啊减掉，两倍的根号六了。两倍的根号六，啊乘以那个单位化向量，这单位化向量就是这个长度刚刚算过了，这根号六，二分之二，一，二一呀，二一，把这根号六消掉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一减掉四是负三，二啊减掉呢二是零。好，二减掉二是零，啊，三减掉二的话是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哦，这个是负三的哈，啊零呢，啊一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可以验证一下，所以它的终点的话呢，会在这个平面上。哦，终点的话是多少？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负一嘛。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是一嘛。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的话也是1嘛，它有没有呢？在这平面上，你看看哈，这负2加1加1减1啊，哎，啊怎么没有呢？奇怪啊，这可能让你算错了。这个哈加这个负2除以2的话是负1嘛。零加二，零加二除以二是一，哦，这一哈加三，一加三的话是四嘛，四除以二应该是二了，这样子，哦，这个终点的话就等于这个，然后把它带进来，哦，这是带进去负二嘛，带进去的话是一，带进去的话呢是一嘛，哎没有 ，z 的话是二了，这是二了。哦，这负二嘛，加一，啊加二减一嘛，这个等不等于零？等于零啦，三嘛三嘛等于零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好，算出来以后的话哈，我们呢再把哈这一条直线呢找出来，啊再跟呢这个平面求交点。哦，这个平面的这个直线的话哈，我用那个对称式，我把那个。
方向向量找出来，方向向量的话就是 A plus C 嘛，这样一减的话呢是6，这样一减的话呢是2，这样一减的话是1，这是方向向量，所以它对称式的话就是6分之 X 加3等于多少呢？2分之那 Y 减0啊，等于一分多少哈？一减一啊，它会等于，我令它叫做 t， 要把它写成参数式，参数式就是 x 哈，等于6 t 减3嘛 ，y 等于2 t， z 的话等于 t 加一啊，然后代入这个方程式，代进去的话要满足这个方程式。就 2x 6t 减3加 y 2t 加 z t 加1等于1啦，那有 t 的地方就是8嘛，90，有没有6和12嘛，12加多少，加2嘛，加1等于15啦，15t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一消掉，三二得六嘛，移过来，三二得六，三五十五嘛 ，t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2/5，t 等于2/5，那 t 等于2/5的话 ，v 这一点坐标就可以算出来了，这等于多少呢？六乘以哈2/5减3。等于五分多少呢？12减掉三五十五，负3呢？五分之负3，这多少？二乘以2/5，这是2/4，这多少呢？2/5加1，就7啊。所以 B 这一点坐标，B 这一点坐标的话，就多少呢？就是3/5嘛，这4/5，跟7啊，我们验证一下，这个东西的话它一定要跟它平行嘛，我来验证一下，我这样一减的话多少？这 AB A plus B 看有没有算错一减的话是多少呢？15减3嘛，12，5/12啦，这个减这个是4嘛，这个减这个是7减1的话是2/5啦，这跟什么平行呢？把它除以2的话是6，2，1啊，然后我把它一减的话还是多少？6 2 1啊，没有错。所以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是平行的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 ，ABC 这个平面ABC 这个平面的话，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呢，做这两个向量三点决定一条直一个平面嘛，然后求它反向量以后。然后呢，再带入呢这一点，不过的话这个有分数的话不好做。我们还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这个反向量我们已经知道了嘛，还有呢，这两点连起来的话呢比较方便。当然这两点连起来可以啊，不过的话它会跟它平行而不行。所以的话我就怎么做这个 n 的话n 的话我们知道n 的话呢，这个面，这个平面的反向量是2 1 1嘛还有这个 AC 呢 ，AC 啊AC 的话是2 0 -1嘛，2 0 -1，这一减是2嘛，
以前是零负一嘛，然后我给它呢取外积，取外积哈、哦、就是 A B C 这个的平面的法向量，我用 V 好了，哦叫 V， 这个向量就是平面 A B C 的法向量，就是 N 呢 cross A C 啊。好，那 cross 就这个减这个嘛，负一嘛。那这个看，这个减这个嘛，二减负二，这是四。我这个看，这个减这个负二。好啊，所以呢，这个 A、B、C 这个平面哈，我就可以假设这是法向量嘛。那为了方便呢，我们把这个弄成正，变成是正负正，就 x。减四 y 嘛哈，就是说法向量你可以取这个方向啊，也可以取这个方向，哦，两个方向都可以取，只要跟这个平面互相垂直就可以了，哦 ，x 减四 y 嘛，加上二 g， 我令它叫做 k， 啊，这个平面哈，它通过哪里？它通过一二三嘛，所以这个 k 的话等于多少？我把它带进去嘛，一。四乘二嘛，加多少？三，三二得六，这个就等于 k 嘛，所以这 k 等于多少？六，六加一是七嘛，七减八是负一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平面哈 ，ABC 这个平面哈，就是 x 减四 y 加二 g 加一等于零。